还没有发放的地方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在我自己家里随到随发，所以我想要有一个集中发放的地方。而现在不能主委一口就答应了，就借用这所厂这里，超过要12点多了。我跟他师父说：“我说师父啊，是不是我们来吃饭？”他说：“我们饭包已经准备来啊，是不是？”师父的对我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这么多的人排在这里，吃得下吗？”哎，哦，我的感非常感动啊，感动师父的这种伟大的精神，还有华人来发放这些东西。哦，这阮文山国校的校长，阮的校长，对对，你先，那校长呢？你看偌欠，这已经委屈啊，搁咧欠，你看卖啊，欠干的啦。我以前我们是小朋友，他当校长，那现在我也67岁了。哦，当然他会老啊。哦，谢谢。要保重身体哈。哦，好。我来给你收工这回。好，就较早30几年前就一直服务到即嘛，嘿，啊年纪遮尼大，佫赶快来收啊，所以讲赞。